提醒您下期看点：花样美少年青春来袭，池昌旭大本营首秀。我是池昌旭，我爱你们。他在家里画了娜娜，两个法令纹好深啊，我觉得有心就好了。好老秀，将会快乐。这个突如其来的热情是怎么回事？体力大对决，谁是旅途大力王？我是真的男人。加油！我有个专场，旭哥绝对不能做。哇！两个，两弹花哨世纪大对决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理想型旅伴大甄选，外貌协会希望有面儿，回头率会高吗？但是他会想办法豪单，没有办法接受躲单。你很现实，跑票了。人家标准的美女家境很不好，人家只是躲一下单，你们何必这样呢？我想去桂林呀。那么穷就别出去旅游。掌声欢迎许晴。花样姐弟再重逢，张翰数度动情哽咽。这个礼物送给翰，人都会有抽离的那一下下，想去回到小世界。你最懂我了吗？情到深处首度回应，我希望大家都好。怎么那么感动啊？我要静静热力升级。我们都戴着耳机。挑战难度新极限，这个是最难的，根本不可能。这一关真的是扯的，不可能，这上面是气球啊。玩游戏，众人惊变，拼命三郎。金波人，我只有三个字，金波人。全新游戏狼来了，上演史上最残酷厮杀。抓到了，太棒了！羊群逆袭还是狼群狩猎成功？下周六晚，花样少年陪你嗨玩不停。